民国军阀银元徐世昌，一枚徐世昌银元价值218万元。徐世昌出生于河南，早年受到袁世凯资助上学，是袁世凯的支持者。民国七年十月，徐世昌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。民国十年九月，适逢徐世昌67岁寿辰，并当政3周年纪念取名仁寿红灯，天津造币厂特开铸此币，同时还发行有金币。2022年8月。成宣成交一枚P64分的，以218.5万成交。普通流通品在20万左右。关注我，下一个带您了解军阀币赚利润。